来，下面我宣布，今天好六晚宴精彩的对决之后，卧底任务成功。所以今天听说有卧底的时候，大家肯定第一时间就想到大哥。我们浅浅的怀疑一下他，好不好？开始了吗？嫌疑人，嫌疑人，大哥，嫌疑人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吧？嫌疑人。哎，等一下，刚才是不是有人跑进那个老地方了？对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第二条线索，抠门。抠门，抠门，你还不抠门？这个抠门很奇怪。你别这样。就是你。谁抠门啊？我又不太了解。我每回都买单。他买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的，是抠门的表现。哥真的天天在这买单。他买单王啊！每次买完单心不甘情不愿，内在的抠门。这都能转？我都买单王了，我还抠门？我觉得这个游戏你不如直接玩我的任务是什么吧，好不好？但一般都是你抠门，大哥每回都买单。天哪！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们要完成的三个任务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游戏中自己泼自己一杯水。黑灯期间，击打李泽峰头部。下面我宣布卧底任务成功。大哥这一次卧底成功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就是表达一下你的获奖感言。这个卧底游戏啊，我现在后面玩的就压力非常大了，已经，因为我觉得再玩我要再输会影响到我的职业生涯，就以后可能就再演不了卧底了。但今天开始，各位导演们，你看我还是能演卧底的啊，给个机会啊，你看看。谢谢。好，那到底我们的终极惩罚是什么呢？各位请看 VCR。 Hello 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卧底，希望他别中途自爆。真的，那我们就很难办了。我们说你不是，你绝对不是。就不信。不可能。我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终极惩罚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，比我卧底不成功还要伤害。你们是三十而已团聚吗？是吧？你们三十而已团聚，这两个让我熬夜的男人，先追了《长相思》，又追了《好事成双》。《长相思》太好看了，还有第二季。你太棒了，你太棒了，演得太棒了。第二季更虐是吧？更那个一点。有点他穿的像宝宝，太紧了，有点宝宝。这领结，这好可爱。哎，这领结好 Q， 真的。你是几？四三二，好。哎，咱们是一个十，记住了，咱们可是十啊。他肯定出没有那么古代有十的，可能有，不可能出十。这得练数学。我看人缘，就是一瞬间去抱一个人就完了，对，等着别人过来踢，不管抱谁就先抱。请听数字，十。十，我这过来，都是几啊？二三四。江姐是几啊？四，就近抱。江姐是最吃香的，你数大。先抱小的。就因为就你一个哦，那还有五。一旦就直接是一个小数怎么办？二，哎，你还能那个减法？不太可能。我俩二减三减一。三减一。没有减法，只有加法。没有减法。不可能没有减法。咱惩罚除法得了呗。
咱俩六。咱俩是五。我说惩罚，咱俩六。别看现在都说得好好，一会儿都是翻脸不认人。我是知道你的。五，回来了，十，十，十，是吗？别听啊。疼吗？不疼，不疼。我哎，血感觉还挺柔和，很温柔。对，应该是个女生。我感觉血琴儿。不可能是我，是小琴的，不可能是我。小琴也有可能，没有，可以吧？现在都有可能。小琴的位置，然后文文一直没说话，也很有可能。我跟你说，于文文藏可深了，哥。对，他说他于文文每次都藏特别深。我看看藏多深，都有可能啊，都有可能。现在我现在觉得哥你自己就是也有可能，自己是那种自刀狼，你知道吧？打了一下碰瓷，对，还说别人打的，很有可能。A 很有可能哈，自己打自己，自己自刀，这种自刀行为我觉得也有可能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卧底是不是有可能说是就是打自己一下，然后说有人打？怎么可能自己把自己打？怎么不可能？啥呀？自己打自己任务就好了嘛。就是啊，就是没有人打你，但你说有人打你了，非得说有人打，我就在你后边，我眼睁睁看着你的头没人动。那么黑也能看到我的头没人动，一直盯着哥哥的头看。哎，你哪队的？输赢来。两个队要隔这么远吗？不是，你给人家两个卧底。对呀、啊，俩卧底。感觉两个卧底就在中间哎。两个队长，我们这个电力出现了一些状况，尽量原地不要动啊。有声小哎，谁打我的头？我把我身上的臭鸡蛋都放进去了。不是，他这个是喷你的颈部以上就行，喷到头也可以。什么叫喷我的颈部以上？这样，就是他瞄的这个位置，就是大概颈部以上。有的人比较高，他就是喷颈部以上嘛。那我当时喷我头顶以上，光喷我假发片。人坐下来的时候不会像身高那么高，不信你一会儿坐着看。你试试，你坐着试试。一直你比我的腿要长这么多。不要藏在腿不就是。这都到最后一个。快乐。嗯，而且挺快乐。而且快乐。等会儿那个猜歌名真的是死定了。死定了。完全什么都不会。希望不会把我安排到你那。只要不在杨迪旁边就没事。挨着我坐好不好？嗯。我已经这样了哦，倒也无所谓了哈，有所谓。好了，哎呦，今天这个好可爱啊，对，穿上帅气师傅。我们这个衣服才是呢，我每次来都是被过穿那个公主。你们这很可爱啊。你也很可爱啊。你也好可好看吧？妈妈穿的。不喜欢。是有点像那种洋娃娃。你还记得我上次被喷的那次那公主的那个吗？我疯了。这是能把我挤出那种外貌领域外貌里边的结清路线了。你怎么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呢？看到你的时候，看到真正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好很多？你只要发型弄得好看。那天我跟金汉在一块玩，金汉说：“志胜，真羡慕你这个赛道呀。”没多少人，有也都被你挤走了。谁说的？金汉。哦，金汉。对，这前段时间不来了吧？都属于细分领域的。对，细分领域的。他那赛道里面也没啥人啊。对。啊？我那都是坏蛋。翘楚，你们赛道里的翘楚。他太可疑了，他选了丁程鑫。我说你怎么会选一个最厉害的人去挑战呢？因为他不想选，他要面子，男人要面子，就这么解释的吗？啥？他说为啥选最厉害的？他说为了男人要面子。他说他自己选。对，男人就是要挑战最强的。啥呀？他说大哥为啥挑战你选你？我说他对啊，我说要赢肯定选一个不会跳舞的，为什么会选你？不，这个跟会不会没关系。
真的，这跟会不会跳舞没关系，对，我们一点关系。这玩的是那个蔡丁格，就是。大哥，这个真有关系，我就发现了，我听不懂节奏，你就会，你做动作做早了，对你动作能做早，因为他觉得他会输。不会不会，真不会。没有，他刚刚那个反应比较真实，我看见了他刚刚那个。真的行吗？是吗？那我还是你不要相信，我保留一下。你不要相信你自己的分析。我相信我的直觉。你不要再相信了，你不要再相信了。有请各位，你的直觉不准。你就这个也是有道理的。来，我们按队伍做。